欢笑中，恐怖在线。欢迎大家选择好大个网 admin.com。我哋知道，仲有好多听众想知点样登入我哋嘅网站，购买节目重温服务嘅步骤，所以嚟紧我哋会逐一详细介绍。由于我哋嘅网站主要系为咗桌上电脑 PC 同埋安卓制式，即系 Android 嘅平台，例如平板电脑同埋手机啦。要浏览我哋嘅网站，最好就系用呢两种设备。我哋更建议大家选用现今最能够兼容我哋网站所有设置嘅网络浏览器 Google Chrome。要登入好大个网有两种途径，经 Facebook 账户啦，或者系有效嘅电邮地址。假如有 Facebook 账户，最简单嘅方法就系先登入 facebook.com， 然后喺浏览器度开启新页，喺 admin.com 好大个网首页顶端点选橙底白字嘅登入，然后选择 Facebook 登入。以电邮地址登入嘅话，就需要预先注册啦。同样喺我哋嘅网站首页点选登入。今次就选择 email 登入，输入咗电邮地址、密码，然后点选注册，跟住就会引导到去会员注册页面。再次填写好各个项目同埋认证码之后，按注册之后，我哋就会发出一个激活电邮俾你。你只需要按电邮里面嘅连结，就算正式注册咗噶啦。无论系以 Facebook 账户或者系有效电邮地址，成功登入好大个网之后，都可以喺首页顶端见到你好。你的账户名称和登出这些字样的。要购买好大个网各项节目的重温服务，除了可以经 PayPal 或者支付宝这两个电子付款方式之外，还可以去银行入数，甚至亲临我们的办事处付款的。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以 PayPal 或者支付宝付款的。只要交易成功，服务会即时开通。由于支付宝主要在国内操作，即使交易顺畅成功，亦都可能需要一至两个工作天才可以开通到服务嘅。等我嚟介绍一下银行入数呢个付款方法啦。要以银行入数或者亲临我哋办事处付款，除咗需要提供登入账户电邮、账户名称之外，仲需要提供最重要嘅交易编号。呢个交易编号系由好大个网提供嘅，并唔系入数收据上面嗰个啊，千祈唔好搞错啊！要取得交易编号，首先要成功登入好大个网，然后在网站的下半部选择你想购买的节目。每个节目的图片都有一个蓝色底白色字的付款按钮，点选之后就会引导到去订阅节目页面。头两项姓名和 email 都已经填写好，你只需要填写联络电话和选择要购买的类型、期数，之后付款方式就一定要选择银行入数。咁样做系为咗避免引导你去 PayPal 或者系支付宝嘅网页。最后点击进入付款页面，就会弹出一个交易编号同埋要购买嘅节目银行账户资料。请你记低呢啲资料啦。无论经柜员机或者系银行柜台入数之后，都将交易编号写喺收据上面，然后电邮俾我哋。这个交易编号系听众登入我哋网站之后取得嘅。所以有了它，我们就能够轻易地查核到听众的账户，为你们开通服务的了。在办公时间亲临我们办事处缴付现金也都非常方便，只要带同你的登入账户电邮、账户名称以及交易编号交给我们的职员。但是要注意，每购买一个节目，我们会收取$10行政费用的。再有任何问题，欢迎电邮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查询。我们的电邮分别有两个，关于账户投寄入数收据，请寄来 cs@admin.com， 技术支援呢就寄来 it@admin.com， 查询电话28927840，地址香港鲗鱼涌英皇道1067号仁孚工业大厦7楼，搭港铁太古站 A1 出口，巴士就102或者106号船澳里站。办公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晚上9点，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休息。呢、这个又喺边一度咧？呢、这个咧，我哋啊，即系讲叫个主持咧喺个山坟嗰处咧，就系讲招灵，佢会讲夜雾，听到夜雾。咁我哋咧喺度招灵嘅时候咧，咁样咧个主持就企喺嗰处咧，就揸住个镜，即系喺度梳头。點解要梳頭呢？因為通常在山裏面你梳頭，你會在鏡裏面會見到靈體的東西。
唔梳头得唔得嘅咧？唔梳头系睇唔到嘢啊嘛。哦、哎呀，咁死我一定我做唔到，我做唔到呢个主持，除非戴假发啦。系啊系啊，哦，一定要梳头先至招到灵啊。系啊，因为阵间咧，嗱喺度讲咧，佢就讲佢唔惊啊嘛。系啊，我冇惊你噶，佢讲即系你唔应该讲埋啲咁挑人性嘅说话。系啊，冇错啦，唔可以咁样讲呢啲说话嘅。但系你就特登咁做。佢本身佢自己講，唔係我叫佢講嘅。佢、哦、本身咁做，係佢本身咁樣做嚟講咧，就企咗一陣間咧，冇幾耐咧，就有靈體嚟喐佢啦，掂佢啦。係啊。咁佢驚到咧，整到佢嘅手咧，即係控制唔到，跟住鏡就跌落地下爆咗。咁犀利？係，佢就開始成個人去暈啦。啊！後屘咧，我就快啲去，即係講去。走上去，因为叫我，佢摆唔到身，即系转唔到身，叫我，后屘叫师傅，师傅，即系我哋喺后边睇到形势唔对路，我就冲上去，快啲问佢咩事，佢讲去外运啦，去外运啦，系，咁我就快快帮佢，即系讲洗身啦，清咗佢，佢就争好远。嗱，其实咁样讲啦，即系我哋香港灵探咧，好少用到呢啲比较挑衅式嘅方式或者说话嘅，系系，即系从来都我哋都唔系咁样做，最多话嚟麻烦你一球咧出嚟俾我睇下啦，咁样感应下啦，或者碟先等佢喐下嘅啫，咁样。系系系。但呢个主持系咪佢好想拍到一啲嘢，所以啲先至用到呢啲说话啫？会唔会咁讲？其实唔可以咁讲，系咪啊？唔可以咁讲，因为呢个主持一路嚟去讲话咧都比较好直嘅，系。咁样佢去到山头咧，可能佢要突破啩。所以他就讲了一些这样的说话，应该就不可以这样说的。是，结果真的看到东西，拍到东西。是，拍到东西，相片都有了。这样呢，他就整个人晕。是。因为这个人他没有病痛的嘛。他忽然间他晕，他的面色都变了。是。所以讲呢，我讲你做什么要讲这样的说话，如果不是真的害死人的，如果我没有在树。是。你在那里照镜，看不看到？咁即係周圍照下睇，影唔影到嘢？佢梳咗頭，好似未梳嘅，係未梳噶，未嘅未嘅。嗱、啊，佢周圍照啦，係使周圍照。但係你當時係請咗啲靈體出嚟㗎嘛？啊，其實嚟講，我擺一部機，有，我擺一部機，嗰部機係念南無阿陀佛嘅，即係有一個經，一念經嘅，係下嗰部機，係咁樣咧，佢攞鏡嚟照，佢又用手嚟梳下佢嘅頭咁樣樣咧。咁樣我就希望佢喺鏡裏邊咧。喺即係講，我哋講叫做背後靈啊！試下睇下睇唔見到。係啦，係啦，係啦，佢又講佢見唔到，不過頭先好快一個白影一下閃住過。係。啊，頭先有個白影一下閃住過。OK。啊，而家佢就企喺個樹，因為點解我要揀到呢兩架山咧？嗯。就係講而家我哋咁樣睇落去咧，係右手邊嗰架咧係一個女人山嚟嘅。女人山。女人嚟嘅。哦，即係個墳係屬於墳係女人嘅。依邊左手邊我哋咁樣睇落去咧，就係男人嘅。點解要咁樣一男一女咧？嗯，可能佢哋係夫妻嚟㗎啦。哦 ，OK。嗯，咁樣樣咧，佢個媽墳啊，我哋叫做媽墳啦。咁樣我上去山頭咧，我就揀到點解我會揀到依個山頭咧？因為我見到嗰個相咧，因為佢冇即係我剪接師剪咗。嗯。我哋其實嚟講拍嗰陣時咧，我哋又睇住嗰幅相。哦。我哋企左邊。嗰張相即係講個死者嘅眼神係睇住左嘅，我哋行過嚟遊，佢嘅眼轉翻嚟遊，唔係啩？係事實，依個係事實。咁恐怖？係就係、是、因為我叫工作人員每個人六七個，你哋試下，因為佢相喺中間啊嘛。係。咁我哋企中間先，然之後我哋行左邊，左邊就行翻右邊，右邊就行翻去左邊。係。即係你哋慢慢睇，佢哋個個睇到都好驚。咦？即係蒙羅麗莎的眼神喎。冇錯啦，你企咗望住你噶咯喎。係啊，其實嗰個片段咧就係俾我哋嘅剪接師剪咗，哦、就冇擺上網。係啊，其實嚟講，我哋做嘢之前咧，拍嘢之前咧，我哋係先了解成個環節先嘅。嗯。我驚有咩出錯啦嘛。係啊。咁樣我睇到咁樣樣，依、這個山就最正啦。我講咁樣左睇右睇。係。但係我喺樹，我唔驚啊嘛。嗱，咁你哋距離有幾遠咧？即係通常有師傅喺度，佢唔敢出嚟噶、你哋有幾遠咧？距離呢個主持？我距離呢個主持，我睇都有五十尺嘅。五十尺。啊，五十尺。佢叫救命聽到㗎係嘛？啊，聽到，即係講我哋都見到佢嘅人，但係佢冇留意到我哋企喺後邊。係。因為我哋唔想俾人知道我哋喺佢背後嘅。OK。啊。咁即係而家咧，佢就一個人企咗喺度。係，係一個人。定係有？個攝影師喺前面定係動 cam 㗎？動 cam， 動 cam 或者動 cam 係冇咗個攝影師喺度，乜都冇㗎啦。嗱，你聽到後邊？嗯。啊，有影影睇，你唔睇到 ？OK。啱啱佢嘅背脊，嗱睇唔到有光啊！嗱，睇唔睇到？左邊啊？左邊，左邊。頭先一下嘅啫，閃一閃。
其實你講如果有陰陽眼的朋友咧，而家睇個片段咧，係、睇到後邊嘅靈咧係有喐嚟喐去嘅，飄嚟飄去嘅。嗯，但係佢嘅嘢係好快。係。你頭先睇到嘅只係恐怖在線部分嘅精華片段嚟嘅啫。想睇曬説話好簡單，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30登入去 admin.com 就睇曬全部嘅節目，係免費噶。咁但係你都可以啦。自己 download 下載幾時睇咪幾時睇啦，咁呢個咧就一個月費啦，聲音嘅$25，睇埋視像嘅就$35，任君選擇嘅。只要登入去 admin.com 揾到個付款方法咧，你就知點樣俾錢噶啦，好簡單，由 PayPal 啦、支付寶啦、銀行入數，甚至乎上嚟我哋太古仁孚7樓俾錢都係可以噶，唔好諗咁多啦，即刻行動。